说一个道一个的想起哪个说哪个，哪哪说好都不错呢，说好说坏别乱扯，谁要软着谁缺的，谁要缺的腿打折，说的是说的是，说的不是也不是，高高山上一老僧，深坑那头几千层，我问了四年个麦，曾经黄河腿能听，五百年间精英邓猛一共四千五百栋，老僧各有八个徒弟，十八个徒弟有法名，大徒弟要青铜龙，这个二徒弟叫乱从青，三徒弟叫四三点零，四徒弟叫斩三分，五徒弟要崩八个六徒弟要八徒崩，七徒弟叫风四挂这个八徒弟要化解崩，七徒弟会打千个六徒弟会转中，四三点二会出管这个斩三三个会捧声，东门话会打会这个棒子不能会点睛，东京话他会打这个话从不能会点灯，老师这都很快，小爷换来卖不能，老师一点又老气，要打徒弟整八名，两个徒弟要挨打从问路，五名三名都是分十三代，一小后院数玲珑，玲珑卡卡玲珑，玲珑八塔第一层，一张高桌四条腿，一个和尚一本经，一个饶过一口气，一个木子一盏灯，一个金莲九四两的不能一管小螳螂，玲珑卡卡玲珑，玲珑八塔第三层，三张高桌十二条腿，三个和尚三本经，三个饶过三口气，三个木子三盏灯，三个金莲十二两的不能一管小螳螂，玲珑卡卡玲珑，玲珑八塔第五层，五张高桌二十个腿，五个和尚五本经，五个饶过五口气，五个木子五盏灯，五个金莲二十两的分儿一管小螳螂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七层，七张高桌二十个腿，七个和尚七本经，七个饶过七口气，七个木子七盏灯，七个金莲二十八两的分儿一管小螳螂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九层，九张高桌三十个腿，九个和尚九本经，九个饶过九口气，九个木子九盏灯，九个金莲三十两的分儿一管小螳螂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十一层，十一张高桌四个腿，十一和尚十一本经，十个饶过十口气，十一个木子十盏灯，十个金莲四十盏分儿一管小螳螂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十三层，十三张高桌五十二腿，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，十三个饶过十三个缺口，十三个木子十三灯，十层金陵五十二两的分儿一管小螳螂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十二层，十二张高桌四十八个腿，十二个和尚十二本经，十二个饶过十二个缺口，十二个木子十二灯，十二金陵四十八两的分儿一管小螳螂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十层，十二个饶四十九儿，十个和尚十本经，十二饶过十个缺口，十个木子十灯，十个金陵四十两的分儿一管小螳螂。